到哦，滑到！听到巨响，再冲出来看，连工地人员都傻眼了。八颗轮胎的大型吊车，居然车尾腾空，头重脚轻的悬空翘起来，身长的吊臂就压坏打好的鹰架。位在高雄鹿竹的工地二号上午进行吊挂钢管作业，但是吊车却重心不稳，离谱画面连工地师傅都看傻眼。他那台吊车吊重量可以达到180吨，这边没有那么重，是有可能人员操作不当，下子那个重心不稳。吊车悬空还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，但是正在盖的建筑物却有受到损失。经验丰富的工地师傅说，是因为脚架底盘不稳才会导致悬空。地面不够扎实，面积不够广，不够让我们的吊车去承受那个地压的压力。你就算你没有吊东西啊，它杆子的重量也是，它也没有办法去承受。因为人员操作不当，吊车悬空，让大家站在工地看着摇头。还好没有造成其他结构崩坏，否则损失金额恐怕又得往上加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蜡漆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